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vin，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最近朋友圈很多人都在立 flag， 如果你还没有立 flag 的话，记得赶紧动起来哦。本期和您分享立 flag 在英文中到底怎么说。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立 flag 这个词，从表面上来看是说举起你的小旗帜。那英文中我们可以说 raise flag 吗？ No no no， 不可以。注意一下，这里英文没有这个表达。其实我们 立 flag 它本意上是说你去设定你的目标，或者是设定你的计划。所以在英文中你可以说 set goals， 或者你可以说 make New Year's resolution。Resolution 有表示决定或是决心的意思，也就是大家会在新的一年里会制定自己的目标和计划。 Jenny is making New Year's resolution to read one book each month. Jenny 的新年目标是每个月读一本书。每年大家会去立 flag， 主要是希望辞旧迎新或是改过自新。这里我们会说 turn over a new leaf。 turn over 有表示翻转的意思， leaf 表示叶子， a new leaf 也就是新的一页，也就是展开新的一页。 Angela has turned over a new leaf at school. She is handing her homework on time. Angela 已经在学校改过自新，她现在在准时交作业哦。好的，那么立好了这些 flag 之后呢，就完事了吗？当然没有，很多人会放弃，所以你一定要记得去坚持你的目标。这里最简单的我们可以用 keep 这个词，你可以说Keep your New Year's resolution， 或者你可以说 keep your goals， 也就是坚持住你的目标。那有时候呢，你也会听到外国人说 stick， stick 注意一下，它表示黏的意思。我们有一期节目中说到 sticky fingers， 也就是某人的手很黏，它的意思是说某人的手脚不干净。那如果说你要坚持自己的目标，我们用 stick with， 也就是你要和你的目标黏在一起，或者你可以说 stick to。You should stick with your New Year's resolution no matter what happens. 无论发生什么，你都应该坚持住你的新年的目标。那另外注意的是 stick 这个词我们也会经常说 stick to one's guns. 从字面上来看是指守护某人的枪，这里的话它是说某人固执己见，或者是某人不听别人的劝告。还有一个俚语注意一下， stick in a mud. Mud 是表示泥土的意思，也就是陷入到泥土中。这里的意思是说某人不知变通或者是很古板，比如说 He is such a stick in a mud， 他这个人真的是不知变通哦。好的，那这样子有没有搞清楚呢？欢迎大家在下面的评论区补充和留言。我知道有时候坚持会很难，但是你一定要坚持下去，你只有坚持你才能看到希望。当你立了这个 flag， 举起这个小旗帜的时候，不要让它再次的倒下去。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记得帮我点赞和分享。苹果小贴士会不定期更新，希望大家一定要订阅或者是关注我的频道。我是 Kelvin， 这里是 IE 听文教室。Catch you guys next time， 拜拜。